我有被骗的感觉。好啦，从这边挖啦，啊，真是的，有被骗的感觉啊，不舒服啊，被骗了啦。哇，这么多地狱石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又出现了，又出现就在 ban 啊，我绝对不相信你注册的速度有比我快。叮叮叮叮，走了走了走喽！哎呦呦，刚才 lag 了一下下啊，害我紧张了一下下。哎，有了有新地点了，看一下这里是什么，好像有点高，没关系，从这边跳下去不会死。我来了，我又跳过来了，要扑一下楼梯啊，要扑一下，从这里。还是这一条，这一条，诶，从这边开始铺，应该上得去吧？路要铺好，回去的道路要铺好。嘿咻，挖石英，我石英已经挖了，挖了一点点了，应该够用了。有空再挖好了。喂，这里，诶，好了，差不多了，铺上来了。哦耶！可以上来了，可以上下楼梯了。插一根火把在这边，以免我迷失方向。这里有东西吗？哎呦，我走到下面来嘞，走这里。哎呦，小僵尸猪人，僵尸猪人。这里有火在烧，是银鱿鱼有炸过是不是？有被银鱿鱼摧残过？等一下，等一下。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什么东西？有点神奇，有点神奇哎！哇哦，好神奇哦！我已经到了，我已经找到了。哎呦，附魔的，现在要过去了。找到了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！哎呦，很快就找到了嘛啊，没有什么问题。强运秋风啊！依据我强运的强运秋风，马上就找到了，找到地狱堡垒。对啊，太快找到了，才过18分钟才过18分钟，我现在有点走下去有点紧张啊。这里我要从这边过去，要铺这里，然后按住 Shift 按紧一点，我现在很紧张。掉下去会死的，掉下去应该游不上来了。噔噔噔，BGM 要搞得这么紧张吗？一定要用这么恐怖的 BGM 吗？喂、欸，哎、欸，快点，小心一点，按着 Shift，我小拇指现在有点抽筋的现象。小拇指抽筋了啦！连起来，连起来，快！小心，小心！哎呦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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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走过来了，哦，走过来了，哦，还有哎，这里还有一点，等一下，那个，我不要那个，好不好？我会怕，我会怕啦，好不好？不要那个啦，我会怕啦，很厉害啦，好不好？BGM 真的，BGM 忽然这样子，好像到了什么万丈深渊，非死不可。来了啦，来了啦，不要越来越兴奋，这个 BGM 越来越兴奋的感觉。我想在兴奋什么？这个 BGM 在兴奋什么啦？等一下，我听到怪怪的声音了，那是江心猪人还是银鱿鱼？哎呦，不知道是什么，反正我会怕。地狱耶，地狱比正常世界容易死的多了。万恶的泪哥，真的。等一下，我因为泪哥而死。先躲到里面。哎呦，这里到底能不能往上爬啊？根本就没有角度。小心小心，先把这里弄好。小心小心。好了好了好了，这里可以往上爬吗？噔噔噔噔，
有角度往上爬吗？哎呦，好像有哎，从这里。哎，这里不好爬哎，这一棵不好爬，很难爬。我个人觉得很难爬。嗯，会咻，咚咚。为什么它会搞得这么难爬啦？哎咻，哎咻，哎，走这里好像比较好爬一点。哎呦，上来了，上来了，上来了，正式起航了，正式开始爬了。走这一格好不好？喂，喂，喂，哦，这里这里好爬多了，哦，就是爬这里，哦，入口处在这，要把这里挖掉，挖墙角，呦呦，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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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就是要从这边爬上去的，从这里爬上去，喂，有点恐怖，有一点点恐怖。有点羞夸 combo， 这里把它扶起来好了啦，不要再乱叫了，不要再叫了，好不好？那这里为什么会凸出来这么一点点呢、啊？把这旁边也补起来。哎呦哎呦，这样子，这样感觉好像安全一点，有没有安全多了？哦，有有有有有。自己说有啊，好啦，我们要正式往上挖了，正式往上开挖，哎，要到地狱堡垒上面去了，哎咻，为什么啊？你们这样讲有什么意义吗？可以跟我讲吗？你这样洗屏到底有什么意义？来，往上挖。噔噔噔！咦，哇哇哇！呜、哦，乙游乙，我不要陪乙游乙玩啊！我没事，干嘛陪他玩这么恐怖的东西？挖上去，努力的往上挖，应该快要到了吧？卡住了。多挖一点，噔噔噔，哟，等一下去打烈焰神呢，烈焰神很难打呢，啊，一不小心就会死呢，烈焰神无视防御啊，我穿着钻石装有什么用？无视啊，他打到我，我就开始烧啊，我开始烧就开始扣血，无视，哎呦上来了，等一下这里是哪里？不是上来了，是我挖穿了。不能再跳出去了，我挖穿了，我要挖旁边，要回头了，啊，回头必有因，这里堵起来，回头，回头再往上挖，继续往上挖，这样一定可以上去，咦，噔噔噔，烈焰神，哦，烧毁我的钻石，我不要。走走走，这里有点暗暗的，擦一下火把。哦，他现在又有一个怪怪的 BGM 了，大家有没有听到？怪怪的哦，有点怪怪的。哎，没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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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是的。做一个合成台，现在只能用十字的啦，十字稿了啦，十字的稿子啊，没有钻子，那个没有那个了。没有铁质的了，铁质的被我挖爆了，只能用石质的了。石质的好像也可以啊，还可以接受，总比用徒手好。BGM 很好听呢、啊，是蛮好听的。这就是内建 BGM 游戏内建，哎，挖上来了，哎呦，开阔了，上来了，上来了，咚咚咚，呜呜呜，哎呦。看到地狱疙瘩了，挖上来了，等我的是一大堆地狱疙瘩哎、欸，哟，很好，偷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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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等我的是地狱疙瘩，嘿嘿嘿，太棒了，啊，把这个也挖走，
顺便挖走。哦哟，很好很好啊、哦！我们的第一个目的已经达成一半了。叮叮叮，喂，叮叮叮叮。会啊会啊，每一次都放 YouTube， 哪有一次不放 YouTube？、嗯、看一下前面有什么。这里，这里有楼梯，楼梯走上来有不寻常的感觉。我应该先插一下火把，对不对？以免我忘记怎么回来。走这里回来，噔噔噔，走这里，走这里。好了好了，这里差不多了，这样应该我就会走了。喂，这里好多岔路哦，为什么那么多岔路？搞得我不晓得要往哪里，往哪里走？哎，这里就走出来了、欸。就这样走出来了，这里有一个，有一个小史莱姆，哎呦呦呦，开始了，开始了，开始了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只是什么？这只是什么？哟，给我滚！不要凋零我，不要凋零我，走走，哦，掉十件一把，十件一把，好像还有其他只哎、欸，在那里，这么惊险哦。为什么烈焰神还没有出现？哎、欸，走这个下面看看，烈焰神出来哦！哎呦，前面有箱子哎，前面有箱子，会不会爆炸？会不会爆炸？应该不会。回熊，哎呦，钻石铠甲哎，马鞍哇、哦，好东西，好东西，钻石的哦，钻石就是好啊，钻石马铠，我可以再去。找其他艾玛玛了，嗯，艾玛玛，艾玛啦，那就是找一只艾玛的老婆啊、嗯，艾玛的老婆要叫什么名字？你们觉得嘞？嗯，艾玛老婆叫什么名字好？因为我这一只急退二，这里还有一个马鞍，三个地狱哥大汉，也把箱子拿走，有马鞍箱子，拿找到两个了，嗯，幸运。什么？艾玛的老婆叫幸运吗？还是说我很幸运？哎、欸，艾玛玛，艾玛玛不好听，我觉得不好听，应该要叫其他的。这里没有烈焰神哎、欸，一点就会有了，对不对？欸、不然这里我刚刚有来过嘛？欸、艾玛玛，艾玛有同伴，我还可以再找一个哎、欸。噔噔，看一下看一下，爱马仕，叫爱马仕，感觉很像名牌、欸，就是名牌啊。这里，哦，我以为这里怎么会有一个洞？没有，哎呦，有那个嘞，来了来了，他跳过来了。这里，哎呦哦哦，我听到烈焰神的声音了。烈焰神在这里吗？没有，没看到，有点紧张。哎呦呦呦！走过来了，走过来了，他们走过来了。哎咻！走开，走开！啊，走开！哦，骨头喷出来了。哎呦，哎，烈焰神在那。哎呦，有点紧张，有点紧张。嗯、哎，现在很恐怖了。喂、哎，滚！啊，走开！哦，一对一还可以，太多对打太多就不行了。啊，煤炭一颗，他掉煤炭给我。烈焰神，我来打你了。我来了，啊吧吧吧！哎呦，不行啊，不行啊！这个击退键不好用，难怪我不喜欢击退键。那里有一个生怪箱哎、欸，烈焰神的，他还会来，还有再来吗？没有了，那我去打烈焰神生怪箱。喂，噔噔噔，哟、哎，爱妈妈，真的要叫爱妈妈哦。哎呦，等一下，这里有影妖影，哎、欸，烈焰神生怪箱在这。哦，哎呦，好恐怖哦，嗯，好恐怖哦。他们这样子，我怎么打啦？喂，人在这。哎、欸，得我死，得我死，得我死。哎、欸，没有掉杆杆，没有掉杆杆，没有掉杆杆。
刺激哦。